賽後嗰只後腳左後腳咧，不成嗰度咧有個骨嘅問題啦，骨嘅傷患，咁就要一段頗長嘅時間等佢康復啦，咁就先再操翻佢幾個，即係可以再嚟啦。個骨嘅問題係骨折啊？骨折係有貓嘅失除咯，咁要時間等佢康復咯。喺呢個馬龍質素，咁呢個唔錯。點樣？其實上一場都已經係衝咗出，冇經驗之下先正點上跑第二 A 嘅嘛。係啊，佢其實本身佢有啲質素嘅，不過問題在於佢嗰個本身佢都仲係自戀啦。其實佢要時間成長嘅。其實佢根本佢呢個今次係第二個 start 啦。其實隔咗咁耐，其實真係差唔多 almost 係一個即係、就是、一個 first start 咁解嘅。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其實佢都係即係要時間去 mature 咯。你想怎樣估計他這匹馬的前景呢？我想他這段時間去成長，他自己馬始終都還是比較單薄一點，我想讓他年長一點，讓他即是build up好一點，我想他第一天會好一點，更加會好一點，應該是進步。賽前有沒有擔心過？因為他都跌了10萬磅上來的時候，關於1022磅。是啊，他是我正如所講，其實佢自己本身仲係比較啲 soft 一啲，咁我諗佢啲時間去 build up 自己，等佢即係 strong 啲。會直接安排放暑假定係會再跑多一次咧？睇佢翻嚟 pull up 點樣啦。如果時間上佢可以跑得長，但我睇佢本身最緊要佢嗰個健康啊，同埋佢嗰個 recovery 係點。好，恭喜曬你，範哥，多謝你，唔該曬，謝謝，謝謝。